一百平差不多一点。Thank you.
走去邊度咧？
哎哈喽观众朋友们好，俾声你听得唔得？大家好，我是 MC Fat Joe， 来自香港 Medical and 广州 SQ Cool， 欢迎来到2017第19届香港动漫电玩节嘅现场，俾掌声自己先。冇错啦，每年暑假咧，动漫节咧都系大家暑期活动唔少得嘅要去嘅一个必选地方啦。咁点解呢？因为除咗有中日台日韓不同的漫畫玩具手辦以及 cosplay 的人物之餘，亦都有兒童才藝大賽，還有亦都有一年一度每年大家都非常期待就是即將舉行的黑邊動漫音樂，就是想看的給聲音來聽下。沒錯啦，今年呢我們這位表演嘉賓呢，這兩位表演嘉賓呢非常非常特別啦，因為他們一直存在著大家的網絡上面的。為什麼這樣說呢？他們一對全新的虛擬型男偶像組合，他們就是 Egg of Triangle， 給掌聲他們，也都麻煩 Lina 幫我介紹一下他們好嗎？辛苦了，好，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 Egg of Triangle 的表演環節，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聽過這個名字的呢？咁咧，其實 Egg of Triangle 佢哋咧就係、喺東影公司呢間公司旗下屬一個虛擬偶像啦。咁佢哋咧其實已經出過三張 CD 啦，亦都喺日本咧係有表演過，係有開過演唱會嘅喎。咁亦都獲得好大嘅成功嘅。咁咧，其實佢哋今次咧係第一次到訪香港啦，咁亦都當然會係第一次喺香港度進行表演嘅。咁我相信咧，佢哋都會俾大家睇到一個好精彩嘅表演嘅。好啦，咁事不宜遲，不如我哋歡迎佢哋出場啦，好嗎？有請你入場就多謝啦。
很少注意恐怖，大家好吗？耶耶，可以做不出来样子的。来，我们来，咱们先进动态。You're the one who's got the power.
有冇邊個中意嘅人物啊
叔弱勢嘅細蚊嚟，嗰個弱勢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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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好吗？
作品同佢負責配對。这样